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月30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有原始点的食谱和张医师的答疑，接着今天要讲姜的应用。我们现在就请张医师开始。今天刚刚已经都把内容点到了哈，原始点这一次是以应用为主，好，那我们请丽丽来主持吧。2022年1月30日，原始点食谱与答疑。原始点食谱一：原始点温热饮食介绍分享。大家好。接下来由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原始点的温热饮食。我们根据原始点一书里面的一些提示，如何把平时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些本身就是寒凉性的一些食材，通过料理加工以后变得更具温热性，如何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做到少油、少盐、少味精、少寒凉性调味料的情况下，又能把菜肴制作得更加的美味、可口和温热，这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我在这个厨房已经工作了20几年了，更重要的是，我曾经也是一个重病患者。也借这样一个契机，我和大家分享一些饮食的相关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果有说错的地方，也请大家指正。谢谢大家。二，香油制作分享。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香油的制作。正常我们从超市里买回来的这种油称之为生油，如果在炒菜的过程当中直接把生油和菜一起炒的话，那是很难吃的，一点香味都没有。那如果把油煮热呛香以后会好一点。而平时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炒完菜以后适当的下一些这些香油下去这样子的菜肴就会变得很香然后会很可口。而油它最终皆属寒凉了，即使下了这些温热性食材下去，我觉得油毕竟还是属寒凉，所以说还是少吃为佳。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制作香油。我们先来制作蒜香油，把蒜蓉下到油里面。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熬，我们要把它熬成金黄色。当我们把它熬成这个金黄色的油以后，这个蒜香油就制作成了，我们给它打在容器里面备用。这样子我们的这个蒜香油就制作起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下姜香油，把这个姜倒在这个油里面慢慢熬制。我们把这个姜在油里面慢慢熬，熬到金黄色以后，这个姜香油就制作成了，变干变脆。
这样子我们给它打起来，啊，在容器里面。打在容器里面备用，这样子姜香油就制作起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下葱香油，我们把这个干葱放在油锅里面慢慢熬。我们慢慢给它熬，熬成金黄色以后再打起来。熬这个葱香油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不要等到它金黄色的时候再来起锅，因为等金黄色的时候起锅的时候放在容器里面的话，它油温还是很高的，所以说就会焦掉。我们最好是像现在这样子微微金黄色的时候就给它打起来。好，那我们起锅。这样子我们这个葱香油就制作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制作一下这道辣椒香油。这个辣椒香油在制作过程当中和这个别的香油有点不一样，就是它是先下水后下油。我们打点水下去，我们下水以后慢慢给它炒湿掉，把水分炒湿了，让辣椒吸入水分以后它就不会那么快焦掉，因为辣椒本来就是干的，炒干炒香了以后最后才下油。这下水已经很干很香了，在这边都闻到了。好的，那我们倒入一些油跟辣椒一起慢慢熬，慢慢熬，熬成这个金红色的辣椒油，很漂亮，非常漂亮，这样子金红色的辣椒油就出来了。我们给它装到容器里面，这油啊鲜红鲜红，非常漂亮。三，香辣汤制作。大家好，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道香辣汤的制作。它的配料有豆干切丝、黄花菜干。黄花菜干用开水泡15分钟以后给它洗干净备用。这个是鸡松茸干，用开水泡15分钟洗干净备用。我们切点葱花，起锅时撒上去会更香。我们这道汤里面用到了这个温热性食材，有白胡椒粒、少许的花椒和辣椒，最主要以白胡椒的辛香为主。我们会下少许的盐巴。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这个香辣汤。我们把这个白胡椒粒先拿起来，我们把这些料头下到水里面给它过一下水。好的，我们过完水以后啊，然后这下子这些杂质啊，这些脏东西啊，就会给它去除干净。我们给它打起来放在漏槽上备用。制作这道汤菜它有个特点，就是要把这个白胡椒粒先给它下到锅里面，给它煸香。这锅里面同样是要先下水而不是下油，我们加点水，把这些白胡椒粒给它浸湿了以后再炒干，再炒香。这样子白胡椒粒的辛辣就会完全发挥出来。在炒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闻到白胡椒的那个辛香味很呛，这样子把这个白胡椒粒的那个腥味啊全部给它炒出来以后，我们下点香油。下点什么油呢？我们下点这个姜香油吧，一点点就好了。下点姜香油下去以后，这时候
这些白胡椒粒就会更香。这下子我们锅里面可以下水了，哎，煮汤就得下水了。好，然后我们把白胡椒的胡椒味充分的给它熬出来，火开大一点点。有人觉得说煮汤下油，那不是油腻腻的呢？其实没关系的，油比水还要清。在煮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油上面的一层油给它捞掉。但是整个过程我们还是一句话，我们要把这个白胡椒的这个辛辣味给它煮出来。因为今天我是一个人操作，这里面的白胡椒粒正常是可以捞起来，捞起来的时候吃起来比较不会卡。当然有人介意了，有人不介意了，我是比较不介意的，所以我就把这白胡椒粒也一起下去了哈。好，这下子我们把这料头下下来。这下子非常浓香，一股清香味就出来了。整锅汤这还没煮完就感觉非常有食欲的那种感觉。这下子我们加点盐巴，哎，加一点点盐巴下去。我这下子已经下去了。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勾点芡。这个汤啊，像酸辣汤一样，但我们不下酸辣，我们就直接叫香辣汤就好了。我们用淀粉，地瓜淀粉，那个玉米淀粉，玉米淀粉给它勾点芡。好，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淀粉给它勾一下芡。勾芡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起锅了，我们给它打起来。好，我们在上面撒点葱花上去。在制作汤肴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有平时啊有吃那个鲜味素啊鸡精味精的习惯，可以少量下一点，尽量不下吧，因为这些东西也接触寒凉，然后我们能不下就不下。其实能把食物的这样子的所有原汁原味的东西给它煮出来以后，适当加点盐巴以后，就非常非常好吃的啦。加上我们这些温热性的食材下去，这个就非常的。四，素炒五宝。大家好，接下来我来和大家介绍一道素炒五宝。这五宝分别是白色的淮山、黑色的木耳、红色的胡萝卜、绿色的甜豆，还有黄色的杏仁。我们加点调味料是盐巴，温热性食材调味料是辣椒。大家会发现我在制作菜肴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什么菜，如果有水分的话，我会尽量把它炒干，在炒干的同时加点味道，而最后好了，炒熟炒好的时候才来加香油，这样子整道菜啊，它制作起来就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少油、少盐、少水分，而且甘香可口，这样一个特点。接下来我们来炒这个神锦五宝。神锦五宝酥，我们先把它倒到水里面，给它过一下水。过水有一个小诀窍，就是要加一点点生油，加这一点点生油是会让这些蔬菜绿色的会变得更绿，然后不是绿色的也会变得比较好看光亮。我们先过一下油。等这五宝酥的这个水开了以后，我们把这
五宝石薯给它捞起来。这样子，这个五宝石薯我们就给它过水，啊，过水起来，给它放在这个漏勺上控干备用。我分享给大家炒菜的一个特色特点，就是提前把所有含水分的菜给它炒干。锅里面不下油，把这水分先炒干。炒干的过程当中，我们下点盐巴，盐巴不用下太多，差不多就好。我们加几个小米椒下去，好，这下子水分也慢慢干了，我们盐巴也下了，下了点小米椒，然后我们加点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香油，我们下点蒜香油，不用太多，一小勺就可以了。这样子给它翻炒均匀，翻炒均匀以后就可以起锅了。这样子，这个五宝酥就做好了。五宝酥它的特点就是干，没有水分，然后下少量的盐巴，最最特色的就是我们在起锅的时候下油，下少量的香油，这样子的菜它就具备了少盐少油少水分又香又辣又温热的这样一个特点。大部分所有的菜肴都可以这样子制作，如果是水叶菜的话，可以给它切细一点，同样过一下水，慢慢炒干调味，最后下香油起锅，差不多所有的菜都可以这样子制作的。五，剁椒金针菇。大家好，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道剁椒金针菇。这里面有两个知识点，我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是剁椒，那个剁椒它本身哈、是很多是成品，也就是市面上买来的那种剁椒罐头，而那个剁椒罐头里面含有比较多的防腐剂和鲜味剂，所以我们就不用，我们就自己制作，用这个新鲜的红辣椒，加点这个蒜末，加点这个蒜末啊，加点那个高粱酒，加点盐巴啊，这样子自己搅一搅啊，放在罐子里面就可以了。第二个的话，这个金针菇都是人工种植的，也叫人工菌。我们所有人工菌，包括什么香菇啊、凤尾菇啊、猪肚菇啊，还有这个金针菇啊，这些都是后来的人工种植而成的。所有的人工菌类的东西，最好是先过水以后再来料理。比如说你要炒的时候也得先过水，要拌的时候也得先过水，要蒸的时候也得先过水。这个两个知识点希望分享给大家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去制作这个剁椒拌金针菇。我们这道剁椒金针菇的主要材料就是这个金针菇了，然后我们会搭配一些香料，比如说这个是松子，这个松子已经烤过了，这个是我们自己制作的这个蒜香油，这个是新鲜的蒜头末，这个是葱末，这个是芫荽，那这个红辣椒最最最主要的就是要制作我们今天的这个剁椒用的了。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新鲜的剁椒酱。
我们先用刀背把这个新鲜的辣椒给它拍扁，这样子给它拍扁以后，然后再用刀背给它剁成末啊，要用刀背，不是用刀尖哦。啊，就是这样子把它拍扁，然后再用刀背给它剁成末。好，那我们剁成这样子就可以，不用剁得太脆了，我们就把这个新鲜的红辣椒剁成像这样子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给它装到容器里面，然后来开始制这个新鲜的这个剁椒酱。我们制作这个剁椒酱很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剁椒待会给它装到这个容器里面来，装到这里面来，然后加一点点的这个盐巴和白糖，然后加一点这个高粱酒下去搅拌均匀。好，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些剁好的新鲜的辣椒和这些白糖、盐巴还有高粱酒，然后再下点这个蒜蓉下去拌，给它拌均匀，非常香非常漂亮的这个剁椒酱就做起来了。我们做这个剁椒酱的时候，里面盐巴可以稍微下多一点，因为这个是酱，是一个可以长期保存的一个东西，所以说稍微下咸一点没关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随时想用就用了，看是要蒸东西还是要拌东西都可以，是不是很漂亮？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做这个剁椒金针菇。我们把这个金针菇放在水里面烫过啊，所有的人工筋啊都要在水里面捞过。我们把火开大一点，这下子已经熟了啊，我们就给它捞在这个肉条上面备用。我们把这金针菇装在盘子里面，然后我们开始来制作这个剁椒酱。我们把刚才这个做好的新鲜的剁椒放在锅里面炒，不下油哦啊，先给它炒。我们火开大一点，把这个新鲜的辣椒炒香，最主要是要把这个辣味给炒出来。好，然后酱油拌均匀以后，这会儿我们下什么呢？下这个香油，因为我们现在是最主要还是制作这个辣椒酱，然后辣椒酱香油下去以后，哇塞，超级香，非常的香。这个酱我们没用完的话，同时可以打起来保存着。然后这会已经完全制作好了，这会我们撒点葱花上去，哎，很好，很漂亮。好嘞，这会我们就把这个剁椒酱给它淋在这个金针菇上面，不用太多，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然后这会我们在上面加点松子或者芝麻的话，这样子吃起来会更香。然后我们在上面再放少许的盐须，然后我们吃这个金针菇的时候拌一下，拌着来吃，拌着来吃就非常好吃了。这样子一道香辣可口美味的这个剁椒拌金针菇我们就做好了。六，什锦咖喱炒饭。大家好，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道咖喱炒饭。它最主要的配料有洋葱末、葱花、咖喱粉、黄椒、红椒末、香菇末、少许的坚果，调味料有盐巴即可，主食就是米饭啦。我来介绍一下制作这个咖喱炒饭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我们在制作咖喱炒饭的过程，同样是把这些含有水分的如洋葱、黄椒、红椒末、香菇末这些有水分的配料先把水分炒干，
在炒干的过程当中下少许的盐巴，慢慢的炒干炒香了以后，我们把咖喱粉也一起下去炒香，炒出咖喱香味出来以后，这个时候再来下米饭，下完米饭以后，我们下少许的酱油来搭配，这样子会比较更好看，更金黄一点。然后最后要起锅的时候，我们淋点我们的香油，而这个香油咖喱嘛，我觉得配这个姜香油会更搭配一点。最后就是撒点葱花起锅了，而在装盘的时候，我们给它撒一些坚果下去，再搭配炒饭的任何一些炒饭，我很喜欢搭配一些坚果来吃，因为这样会显得更香，更有满足感。接下来我们来制作咖喱炒饭。我们先把这些有水分的料头先下到锅里面炒，洋葱、香菇末、黄椒和红椒末也一起下去炒。我们慢慢的把这些带有水分的这些配料给它炒干，这样子就慢慢干了，就有点这些蔬菜的香味就起来了。我们把火开大一点，已经很干了，很香了。我们加一点点盐巴下去，然后把这个咖喱粉一起下去炒香。因为咖喱是粉末状，所以说下去的话火要小一点，稍微翻两下的话，这个咖喱的香味就出来了，很香。我们把米饭倒下去，这个慢慢的拌均匀以后，我们加点酱油，酱油下去颜色会更漂亮，更鲜艳一点。最后一个步骤就是下我们之前制作的香油，而你要选择什么香油呢？我个人觉得配咖喱的香油最好是选择姜香油，因为姜的颜色是金黄色的，然后油也是金黄色的，而这个咖喱炒饭也是金黄色的，这样子搭配起来会很漂亮。我们就加点姜香油吧。然后我们要起锅的时候下点葱花，好，这样子一锅非常漂亮、非常香又非常温热的这个咖喱炒饭我们就制作好了。打在盘里面完了以后，我们加点这个坚果，这样子非常漂亮的一道咖喱炒饭我们就制作完成了。希望那个黄书店能够多发表。那最近在照顾很多重病患者，这一道菜煮得很好，就是可以把一些寒凉性食材经过一些调味料的特别处理，然后制作成可口美味的温热性食物，对重病患者是非常好的我们也希望黄志工能够多发表类似这样的一些食材煮法，让重病患者能够拿来应用。好，那这今天我也看了非常喜欢，好我看了都开始流口水了开始有胃口了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多播出让更多听众能够学到对重病患者也是一个福音我就补充到这里。好，谢谢老师，也谢谢黄学长。我们今天原始点食谱介绍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张医师答疑环节。张医师答疑。提问一，张医师您好，后学6年前与苗栗公馆推广点学习原始点，接受2梯次共6个月的训练，
随即来年于大湖地区为亲朋好友做原始点服务至今，现拟扩大服务及推广层面，请张医师能授权给后学成立原始点大湖推广点，方便后学能为原始点尽绵薄之力。请老师答疑。好，这对原始点不止爱好，而且想身体力行来帮忙啊，很多人。那我想这个是好意啦，也是很好的提议。但是基于我们原始点当时候早期希望说推广原始点啊，这些人一定要经过基金会培训，然后确实基金会考核过，而且他开的一定是公益点，也就是不收费用。那开放的时间也有规定啊，比如说一个礼拜啊，起码要有5天啊，这样的情况下啊，那基金会才会允许。那我也看到最近因为书写完了哈，我开始在台北基金会跟志工一些交流观念跟手法。我发现以前因为培训的比较松散，也就是学似乎很多人学的原始点很久，但还得不到要领。比如在处理重病，有时候应该以热源为主，按推为辅，那患者心急了，看到患处有一些比如说硬结肿块肿瘤，就会不考虑他的病情而去尝试患处找压痛点，类似这样错误的观念，甚至在手法上对于重病患者的解症常常要以柔中刚中带柔，那这个部分很少有志工能做得出来。经过在台北培训一两个月后，我发现以前志工所学的要扩大服务患者，我认为目前因缘还不具足。理由很简单，就是你要帮助人一定要先把观念厘清。那现在书才刚出来过去我不管你学在哪里学或是学手法怎么样我认为不妨先静下心来把课好好上完。那手法如果像在台湾，如果你觉得已经不错了那将来有机会再到基金会来考核手法考核，如果也通过了那要不要培训这时候因缘比较成熟再来谈。那现在基金会我也去过台中跟台北看了之后，现在志工的手法还不是学得很好，还有需要再进一步培训。所以之前我相信很多患者也会反映轻重症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啦，按对位置有时候再加一点温敷就能解症，但一旦遇到重病患者那个手法就要要求更严谨了。我刚刚讲的就要慢慢按推，由浅入深，由轻而重。那这一部分可能都要重新培训。我最近也在处理一个重病患者，那个已经命危了，很严重。那我因为他躺着就会头晕，头稍微动就晕了，那体力又不好，你又不能太大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每次去几乎处理他的头部，光头部按推就要处理差不多1个小时。
一个小时哦，然后还哦不断的反复哦温敷，这样患者经过差不多哦一个礼拜才慢慢稳定啊、哦，才能够坐起来啊、哦、不晕，到了差不多10天以后啊、哦、站着就能够哦不晕，所以你看一个头晕的处理，每次按推都要花1到2个小时，啊，包括热源。那按推头部跟枕骨，如果一般轻重症，我一般3分钟内我应该就可以做完，啊，但是遇到啊像命危的重病患者，你一大力一按，他就痛，痛就消耗热能，很可能就会危及生命。那类似这样，一定要非常有耐心。但我发现这一部分的训练，很多志工是啊还没有学到。所以，如果已经学啊，你们觉得学得很好，哦，可以拍你们的影片，哦，我看看你们的手法，哦，啊，如果要进一步，还有哦，感觉你们的说法还，有一定水平，啊、哦，那再约个时间到基金会来，再来考核，那这样对大家在服务患者方面，应该会是最有帮助。要不然功夫都还没有学成，然后观念也不清楚，然后就想扩大层面来服务，我觉得有时候哦，你好像在帮助人。但事实上会不会帮到忙都有可能，所以为了慎重起见，基金会是不会那么就是轻易的授权给任何人去推广原始点。那如果你还是觉得你有一定的实力，也有这样的因缘可以来推广，那你就跟基金会哦来联系，那进一步就是啊我说的一定要经过考核这一方面，然后还有开放时间，还有公益原则，这种种都要做到才可以。那类似这样的哦，就是希望基金会认可的哦，我希望都能够以这个原则哦来跟基金会联系。好，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提问二：我是一名来自新西兰奥克兰的学员，曾被皮肤问题所困扰，用原始点浆的使用和按摩等等，使我痊愈而豁然开朗。我现在决定用原始点的方法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我想在奥克兰成立一个原始点协会。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资质，请给我一些指引和信心，谢谢。哦，这个问题跟前面的一个问题一样的，啊，就是他们都有心，啊，帮助了自己之后，又想帮助别人，那要成立一个学会，那我刚刚已经讲过，还是要通过啊基金会考核，啊，考核没问题了。那还有哦，你们成员还有开放时间啊，还是然后开放的性质啊，是不是公益啊？这一方面啊，如果符合资格，基金会才会允许的。好，下个问题。提问三：我目前面临疝气，发生在腹股沟地方，如图显示。腹股沟疝气，股疝气，请问有方法可以解决吗？我很希望是不必上手术台开刀。我有在你们的网站寻找，但没看到成人疝气的按推法。非常希望可以得到帮助，谢谢，请老师答疑。
这个疝气哈，也是很多人有。那以原始点哦，因为它是已经属于壮，壮有时候靠按推，要达到解症就是让它收回去，事实上还是有一定的困难度，所以我们可以在腹股沟对面，当然还是要按推啦，但是因为壮多属患处体伤，所以可以考虑在大开关按推之后，也就是从臀部原始点甚至肩椎部原始点按推完，加强温敷。那温敷如果还没有缩回去，这时候周围也可以，腹部周围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压痛点，也可以按推一下。那还是不能解决患处的话，那可能就要加强温敷，也就是外热源，甚至也可以如果是在腹股沟这里，也可以用姜灌肠之类的来补充热源。那这样处理从阴解症一段时间有些就会慢慢缩回去。那缩回去当然就患者就开始锻炼体力，尤其腹股沟我认为可以像一步两阶爬楼梯这种方式来锻炼。而万一从阴不能解症，也就是你该运动的也运动了，按推还有外内热源都应用了，如果还是不能解症，从阴不能解症，已经经过差不多半年都还是一点感觉也没有，那就确定了这个从阴不能解症，那就要考虑是否从果解症。有些比较严重的从阴有时候还是不能解决的话，那我们也不排除建议患者可以到西医那里从果解症。好，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好，张医师答疑三个问题就到这里，接下来是志工答疑分享。志工答疑分享。提问，请教关于原始点自主工具，后学没有旁人可以帮忙按推，通常是躺着用拳头当工具按推自己的原始点，缺点是一，能按到的点很少，二，按几下就没力，三，拳头背到后面运作反而增加肩关节及腕关节不舒服，所以需要买一个人工手肘作为工具。请协助推荐一个产品给我，可能您不方便推荐商品，而且现有商品似乎不够人性化，不尽理想，远远不如人的巧手，但是没有可帮忙按推的人，若蒙推荐商品，后学保证纯为我个人使用，没有别的用途。温哥华团队答复，由于个人形体大小肥瘦不同，所需的工具也不同，只要是自己容易使用能深入按推有关原始点及解症，便是你的好工具。各地有些志工都有造出各种不同的自我按推工具。上述工具都是热心志工设计及有需要时才制造，不是商品，有需要可联络你当地的推广点。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现成生活上的用品做工具附图，例如请看图，一，类似棒球练习球，质地硬但有弹性，表面平滑，可站立把球顶在背部与墙壁之间，
用身体的力量及背部左右或上下移动，可按推背部及肩胛原始点。不适宜用网球太软或高尔夫球，会破坏墙壁。二，粗壮有圆顶的笔，按推头部原始点。三，木质汤麦手柄，尖儿圆的尾端，双手在背后紧握手柄，按推下背及剑椎原始点。四，学生用有斜角的橡皮胶，按推手背及脚背的原始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家中设备，在安全情况下也可以使用，例如站立、背靠门框边或墙角，背部左右移动，按推背部原始点。二、站立，背靠柜台面脚位，按推下背部或手肘原始点。三、坐在有圆拱形高靠背的椅子上，后枕靠在椅背顶，按推头部原始点。所以，多留意身边环境及物品，就不难找到适合自己的按推工具。但要注意的是，一，最好多用手肘、食指、腕骨等做按推。二，要先检查工具是否安全及适合用以自我按推，避免受伤。三，如对原始点位置不确定，应先请教有经验志工，如果可以，请他们帮你做一下有关原始点，让你感觉一下，你自我按推时会更准确及有信心。四，工具只可自我按推使用，不可用于帮助别人按推，以免弄伤被按推者。五，一般需要用工具自我按推的部位，例如背部及臀部，不容易自我按推得很深层，所以如果按推后未能解症，特别是重症或重病者，还是要找有经验的志工做按推，以免延误病情为要。请老师补充说明。这里写的已经很仔细了。大概如果需要工具，就参照我们志工回答的，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今天的应用原始点食谱，老师答疑还有志工答疑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讲姜的应用。姜的应用，姜味辛辣，性温热，是居家常备之食材，又可外用，故为原始点医学所推荐的一种常用热源。首先，澄清两个观念问题。其一，有说留姜皮则凉，去姜皮则热，认为姜皮、姜肉、姜肉寒热性不同，这是不对的。因为姜皮味辛辣，故性易温热。其二，有说早吃姜胜参汤，晚吃姜赛砒霜，但药性不因早晚而有所不同，所以这也是谬见。此外，喝浓姜汤若出现症状，基于症状皆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因此只要外治手法及外内热源到位即可化解，可见姜仍可继续服用。但若患者已尽力试过，仍觉得姜太辛辣而不愿服食，可改以姜加甘草、龙眼干、红糖等
加一种即可，或直接改用浓参汤或姜丸。请问老师有补充说明吗？没有，没有，这里写得很仔细的。好，接下来一，如何熬煮浓姜汤？如何熬煮浓姜汤？直接以鲜姜片或干姜片加水熬煮，鲜姜片用量至少为一斤500克，如用干姜片则按10:1比例换算，即50克。一、水量，以一升1000毫升约5碗水为基准量。若用鲜姜片，为了增加姜汤浓度而增加姜片用量，一升水不足以淹没姜片，则需增加水量至姜片全部淹没为止。若用干姜片，增加姜片用量，需按比例增加水量。不论是用鲜姜片或干姜片熬煮第一遍或第二、第三遍，皆以此法定水量，但第三遍浓度已淡，宜当保健用。二、熬煮，关键在浓度，姜汤要浓缩到所加水量的1/3，如50克干姜片加5碗水，则熬成约1.7碗。用普通炉灶或瓦斯炉大火煮开后改小火，或用电药壶熬煮，以不同器具约需2至4.5小时不等，期间尽量不要掀盖。若水分太多对重病患者造成负担，可以熬得更浓些。滤网过滤，存放保温杯。陶瓷锅熬煮。建议事项：一、热姜汤煮好后用滤网过滤，应存放在保温杯中，依需要服用，但不宜久存超过12小时。若觉变味，则以变质，不可饮用。二、鲜姜若不立即使用，需至冰箱冷藏；干姜片、姜粉需密封，若要长久保存，则需冷藏。请老师补充说明。这个姜的熬煮方法很重要。那现在都在谈姜，第一个切记一定要选有机姜，尤其是重病患者。那有机姜一定要通过认证，这是基金会的一个原则。那姜片的品，姜的品质如果不好，确实熬出来的味道也不好喝，也有时候喝起来都怪怪的。我现在其他的地方的姜好像比较这样长期比较过，就觉得不止味道，而且那个连辣度都会有不一样。然后最后因为不同的姜有时候也会影响到疗效，这也是请大家注意的。所以基金会比较赞同的就是以有机姜为主，这是我稍作补充。那其他的熬煮方法就如同刚刚影片的，大家可以参照。建议事项：若担心体内水分过多，可改服姜丸、姜粉或姜粉泥。这里建议事项，担心水分过多是有些重病患者，比如说他痰多然后甚至腹水甚至尿多频尿这一类的，那我们可以考虑以姜粉泥或姜丸姜粉为主大概是这样。补充到这里。二、微波炉制作姜粉泥。
姜粉泥制作法微波炉。我们现在来介绍姜粉泥的制作。那我们用最简易的方法，用微波炉制作。那么像我这边有好几个容器啊，不管是我们用这样小杯子的，或者你用调羹，比例都用1:5来做。我现在用这个杯子来做示范。我把姜粉稍微压一下，比较实，要不然下面会空空的。压好了这个，好，这个杯子的姜粉，这就是一，啊，我把这个一倒过来，好，这是一。那现在呢，我就装姜水，要1:5，所以我现在就用5杯的姜水，1杯、2杯、3杯、4杯、5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搅拌均匀，要把这些颗粒都要拌均匀，不要有颗粒状。好，这样拌均匀以后，我们现在先用微波炉，我们先打1分钟。好，我们看一下啊。好，我们这1分钟以后，我们把它拌均匀，旁边会比较干的地方也是一样，再把它搅拌均匀。我们再继续再打1分钟。好，第二次的1分钟，我们打好，我们可以看得到旁边比较干了哈，那中间还是很多水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旁边的跟中间的还要再把它拌均匀，这时候已经比较黏了。好，接着我们拌得很均匀以后，把旁边的干的都拨到中间来，我们这样子再继续打30秒。为什么不要一次打1分钟呢？如果我们等一下打1分钟呢，它旁边会很快就很干，所以我们用30秒30秒，我们还可以把它拌得很均匀。所以我们现在后面的我们就先打30秒。好，我们现在看现在打出来的就是这样，就更干了。那我们把它再拌一下，这时候旁边比较硬了哈，然后中间呢还是有很多水，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旁边的跟中间的这些颗粒都把它均匀的再和一和。好，这样子我们就差不多再打一次30秒。好，看了这个干度就是差不多是我们要的了，所以我们打了2次的1分钟，然后2次的30秒。那基本上后面的30秒我们可以自己决定，像我现在这样子它还是有点湿，这种情况，那我大概还可以再打个20秒。好，这样推的时候已经有点阻力了，很干了，这就是我们要的。现在打出来呢就非常的热，要让它凉一下。但是微波炉打出来的姜泥呢现做现用，如果过一下子它就会变成很干。好，这就是我们刚刚微波打出来的姜粉泥，很方便。然后这样子的湿度粘度在涂抹上呢，它刚好是最容易吸收又最容易推开。我来示范给大家看，这样子的湿度粘度还有温度刚刚好，在这边这样揉搓，这样把它推开，完全吸收，而且连一点渣都没有。所以我们放在背上啦，放在任何我们的患处，就是这样用力把它推开，用力推，完全吸收进去。刚才示范的姜粉泥是用在涂抹按推皮肤上面，如果是惯常用的姜粉泥呢就要比较稀一点。姜粉和姜汤或者水的比率呢就从1:5到1:7左右，这是体积比。
那么如果是重量比的话呢，就是1:10到1:12。如果我们是用5克姜粉制作的姜粉泥，加热的时间大概1到2分钟，就加热到比较稀的糊状。这个比例供大家参考，因为每一台微波炉的功率也不一样，时间比例给各位参考。不过姜粉泥的制作呢，以干姜粉煮烂熟透没有颗粒为原则。如果姜粉泥2天没有用完，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使用的时候再加热就可以了。请老师补充说明。哦，这个影片蛮实用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制作姜粉泥。尤其重病患者，他不只可以外用，而且还可以内服，算是很方便的一个方法。好，我就补充到这里。三，姜汤灌肠。姜汤灌肠步骤，现在介绍姜汤灌肠。姜汤灌肠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用灌肠袋加灌肠管，用这样的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呢，是用鼻胃管加注射器。这个鼻胃管大概是18F 1米左右的长度，那么注射器呢，大概是50到60毫升，这个在一般医疗器材店都可以买得到。那现在我先来示范用这个灌肠袋、灌肠管的操作方式。我们先戴上一次性的手套。好，这里是姜汤，这个姜汤的温度现在大概是摄氏37度左右。那么我们准备大概是300到500毫升左右啊。这边这个是凡士林，我们把姜汤先放到这个灌肠袋里面，这个止水阀我们先把它关起来。好，我现在就倒姜汤。好，我这边大概是500毫升的姜汤，把这个姜汤这个灌肠袋挂在大概一个人高的高度。好，挂上去以后，这个时候呢，这里有一个止水阀，这个止水阀我现在把它打开，让这里面的空气排出来，所以我现在把它打开。好，姜汤就开始流下来。好，这个时候有流出来，好，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关起来。好，这就把它这个管子里面的空气都排出。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用凡士林，或者我们也可以用香油，把它涂在这个灌肠管的末端，把这个油涂在上面，然后同时也把这个凡士林或者香油涂在这个肛门周围。好，涂好了以后，现在把这个灌肠管插进肛门里面，这样慢慢的插进去。这个灌肠管它会有一点弯曲，我们手大概放在5到7公分处，把这个弯曲的地方这样慢慢的就可以推进去，大概推大概30公分左右。好，插进去了以后，这个时候我就打开这个止水阀。好，打开了，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姜汤开始滴，开始进入。
大概以300到500毫升左右，它滴的速度大概是5分钟左右。好，那我们现在就这样灌。现在我们大概差不多5分钟左右啊，已经快灌完了。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止水阀把它关掉，关掉以后我们把它拿下来。好，这个就是用灌肠袋的姜汤灌肠的方法。这个灌肠管的长度是44公分，如果没有这么长的长度，那我们就可以用鼻胃管加注射器。那么现在我再来示范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鼻胃管和针筒的方法。这个是鼻胃管，我们也是把鼻胃管的末端插上凡士林或者是香油，同样的也把凡士林跟香油在肛门口的地方也给它抹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把鼻胃管插进去。好，这个鼻胃管也是一样，我们在弯曲的地方再把它压下去，慢慢的送进去，大概40到50公分左右。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注射器，然后把姜汤吸进来。好，现在用注射器打进去这个鼻胃管里面。好，因为用注射器推送，它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不要太快。像我们刚刚的灌肠袋，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滴进去。那现在用注射器呢，我们打的速度就稍微慢一点。好，慢慢的。好，你们可以看到姜汤有打进去。好，再来慢慢的推进去。好，再推一点。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到用注射器的话要慢慢推，每次推一点推一点，每次推一点。好，现在我大概把60毫升打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再重新把姜汤再打进这个注射器里面，就重复这样的动作，然后再放到鼻胃管里面，然后再这样推进去，我们再持续这样打。好，这个示范就是用注射器和鼻胃管的姜汤的灌肠方式。请老师补充说明。这个很详细，这些都是很实用的方法。好，我们继续吧。四，姜粉泥灌肠。姜粉泥灌肠步骤。现在我们介绍姜粉泥灌肠。姜粉泥灌肠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鼻胃管，这个鼻胃管大概是18F 一米长，然后两个注射器，这两个注射器呢都是50到60毫升的注射器，这在一般的医疗器材店都可以买得到。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用注射器跟灌肠管，那两个都示范给大家看。然后这是姜粉泥，这个姜粉泥呢是用1:7在微波炉打，打好了以后，这个姜粉泥的泥状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粘稠度。好，我们现在用灌肠管和注射器来用姜粉泥灌肠。我先把这个针筒灌姜泥，先把它吸进来，10到60毫升左右。那现在我把这个灌肠管，也是在末端涂上凡士林和香油，然后在肛门口的地方也给它涂抹凡士林和香油，然后把这个灌肠管插进去。我们的深度大概30公分左右。慢慢的插进去，
好，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针筒把刚刚装的姜泥放进去。这里要注意的就是因为这个灌肠管没有鼻胃管这么长，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呢，速度不要太快。好，各位可以看到这姜粉泥已经打进去了。好，如果碰到会有一点堵塞，可以把这个注射器拔下来再打。如果不容易推进去，阻力太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换另外一支空的针筒。我们可以用空的针筒把这空气打进去。好，再继续再打一次。好，然后我们再拿空的针筒再打进去。好，这个就是用注射器加灌肠管的姜粉泥灌肠的模式。这个灌肠管的长度是44公分，如果没有这么长的长度，那我们就可以用鼻胃管加注射器。我先用这个注射器把姜粉泥吸上来。通常我们姜粉泥灌肠大概10到60毫升左右。好，这个是灌好的姜粉泥，这个是鼻胃管，我们也一样的用凡士林或者香油在末端这里涂上凡士林或者是香油，同样的也把凡士林跟香油在肛门口也涂上。这个时候我们把鼻胃管插进去肛门里面，大概插进去40到50公分左右。它在插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弯曲的地方，大概5到7公分这边的弯曲处，我们把它慢慢的推进去，慢慢的推，也可以稍微肛门做收缩，有提肛的这种作用，然后就更容易把这个灌肠管输进去。好，现在大概有40到50公分左右。那现在我们就把装好姜粉泥的这个针筒开始从这里打进去。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姜粉泥慢慢的推进去。我们现在把这姜粉泥都推到这个鼻胃管里面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注射器先拿下来。那么这边有一个空的，好，利用这个空的针筒的空气把它压进去，慢慢的把姜粉泥再推进去，把管子里面的姜粉泥都把它推进去。好，那如果需要再多一点，我们就再拿装好的针筒再继续把它推进去姜粉泥。好，这个时候我们管子上还有这些姜粉泥，我们再用这个空的针筒，用这个空气再把这些姜泥打进去。我们这样继续把这些姜粉泥都推进去。好，这整个所有的姜粉泥都打进去了。好，这就是用鼻胃管跟两个针筒灌肠的方式。请老师补充说明。好，这个应该姜粉泥姜汤啊，还有后面也会教大家姜粉灌肠，我们继续看下去吧。五，
姜粉灌肠。姜粉灌肠步骤。现在介绍姜粉灌肠。姜粉灌肠用一个灌肠管加两个注射器。那么这个灌肠管呢是44公分 18F。我们来示范姜粉灌肠。这个注射器大概是50到60毫升左右。这些器材在一般医疗器材店都可以买得到。我首先先把一次性的手套戴起来。我们现在把姜粉放在这个注射器里面，姜粉灌肠每一次量不要太多。你们看我每一次放的是少量，如果放太多呢，容易塞住，所以我现在放的量比较少。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灌肠管把头这里插一点凡士林或者香油，同样的在肛门的地方，我们也插一点凡士林。或者香油。好了以后，我们现在把这个灌肠管插进这个肛门口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慢慢插，大概是30公分左右。好，你们现在看到我这样子大概插进去有30公分左右。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注射器里面装的姜粉把它打进去。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姜粉啊，已经在这个管子上，我们可以把它拔下来。我们再用空的针筒，把管子上的姜粉打进去。好，重复这样的动作，我们再装姜粉。好，我们再装姜粉。我们再做一次，注射器里面的姜粉把它打进去。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姜粉都在打进这个管子里面了。好，我们把它拿下来，我们再用另外一个注射器，利用这个空气再把它推进去。好，各位可以看到我把管子里面的姜粉都打进去了，所以重复这样的动作，每一次的量不要太多，以免太多会挤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示范的两个注射器加灌肠管的方式，好，我在外面这样示范给大家看。我们这个针筒是装姜粉，这个针筒呢是空的针筒。那我把这个装满姜粉的，好，我们这样放进去。那么我会先稍微打一点姜粉进去。好，这个时候呢，管子里面都已经有姜粉了，把它拿出来，我们就利用这个空的针筒，利用这个空气，把里面的姜粉打出来。以上这个是用灌肠管加两个注射器的灌肠的方式。请老师补充说明。好，姜灌肠是原始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它可以把热源送到我们要的体伤位置，尤其是在腹部有些腹部胀痛啊，或是刚刚有人提问的像疝气啦子宫下垂啦甚至还有大便不畅通的那这些利用这些方法把热源送上去它就可以达到温热效果，甚至还有一些拉肚子你都可以这样用，一般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疗效。那外面的灌肠一般都是偏向寒凉居多了，我就不再多说。那原始点最主要都是以温热来改善体质来让热能不足获得改善之后，那局部的组织器官就可以恢复正常运作。
来达到解症的目的。所以啊，如果有横膈膜以下腹部的啊所有问题，我认为姜灌肠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方式。啊，我就补充到这里。建议事项：灌肠所用姜汤、姜粉泥、姜粉丸、姜粉用量及温度仅供参考，最终仍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且病情得以改善为最高原则。灌肠结束后，所用工具清洗晾干后可重复使用，接触过肛门的部分需以肥皂、热水清洗。重病患者灌肠时，推进速度不宜太快，少量多次，以免造成不适。六，姜粉泥制成丸灌肠。用物准备，患者可自行操作或请家人协助。一、姜粉；二、姜汤；三、微波炉。制作方法：每次姜粉用量约10至30毫升，5至15克，姜粉5克，姜汤或水3克，调匀。搓成5个小丸，将小丸切开2份，做成橄榄状，微波炉加热10到20秒，加热后的姜粉丸外皮呈黄白色稍硬，里面微软，姜粉丸要随做随用，存放时间太长会变硬，不易吸收。请老师补充说明。好，这是姜粉泥经过改造成姜丸的这样也可以达到灌肠的作用。它的方式是最方便，就是可以制成硬硬的，然后用指头把它塞进去也几乎不用什么工具这也值得大家来应用它最主要是方便啊，方便。好，七，温姜汤洗眼步骤。温姜汤洗眼步骤：一，准备一个可以刚好贴合眼窝的小杯子或洗眼杯，也可用游泳蛙镜。二，温姜汤装进小杯子或洗眼杯，其温度及浓度以患者能接受为宜。三，微微低下头，将小杯子贴紧眼周，闭眼紧密扣合后再仰头。四，多次眨眼使温姜汤充分浸润眼球。五，洗完后要再清洗另一眼时，需更换新的温姜汤。六，结束后低头，再把杯子取下来，并用干净的毛巾拍干眼皮上的水珠。操作完成。请老师补充说明。好，这个应该蛮详尽的影片这样就可以了没什么补充的。八，姜粉喷鼻步骤。
姜粉喷鼻步骤。针对最近啊这个感冒横行哈、啊，原始点的发明人张昭汉医师曾经在他的过往的演说里面有提到过，热源直达患处是解决这些最好的方法啊。我们找过很多的罐，以这个为最佳，这个外面类似的都有，都可以看得到啊。我们是用最优质的姜粉注入进去，我们打开以后呢，有这么个轴啊，是这样子。那我们的姜粉的量呢，大概只有达到四分之一在这里。为什么只能这么多呢？因为这个管子装进去以后，如果量太多，整个管子都是姜粉，喷出来出姜粉量太多，患者会受不了。所以我们只有四分之一。那喷的时候呢，打开不要用力挤啊，这样就可以了。再一次，这样足够了啊，这样就已经很刺激了。那么喷了以后，会有几个现象，这几个现象呢，很容易让患者产生恐惧的感觉，这个不用担心。比如说喷了以后，这个热直接冲到脑门，会影响到眼睛，眼睛会反映很多很多的泪水，鼻子呢会有通畅的感觉，喉咙呢也不会那么卡卡的，甚至于我们的胸部、肺部啊，喷了以后会突然的压缩，然后突然的释放，整个上呼吸道，包括我们的气孔，都很舒畅。这个呢，就是按照张医师所讲的，热源直达患处。请老师补充说明。好、哦，这个姜粉喷鼻哈、哦，要注意一点就是，患者在喷的过程中最好闭气，那闭气喷进去之后，就像影片有解说的，它有时候会刺激，甚至整个头感觉有直冲到脑门这种感觉。但你闭气完之后，差不多经过一两分钟内，这种感觉就会慢慢缓解了。然后这个过程中最好，如果要呼吸，不要用鼻子，也可以改用嘴巴呼吸。那等一两分钟缓解之后，再用鼻子呼吸就可以。那至于姜汤洗眼，有些患者怕辣，可以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姜汤可以用淡一点。那至于有时候重病患者，如果可以的话，淡姜汤适应，再慢慢溶以溶姜汤，因为溶姜汤的效果还是比淡姜汤好所以我们还是以患者能接受吧。那至于姜汤洗眼，我相信比外面的一些眼药水寒凉的来滴眼睛都要好，所以也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可以善加应用。好，我就补充到这里。九，重病患者涂抹姜粉泥。重病患者涂抹姜粉泥。重病患者在涂抹姜粉泥之前，要先把床温暖，周围也要有电热器温暖房间。姜粉泥最好现做现用，不要太烫，也不可太凉，保持姜粉泥温温热热的，不要太干，太干不好涂抹开来，患者会觉得不舒服，也不能太稀，太稀会有水水的感觉，患者没有贴服感也不太舒服。重病患者涂抹姜粉泥的动作一定要柔和贴服，
但也要稍稍有点力道。磨到差不多快干的时候，力道稍微轻柔，把姜粉泥搓干爽就可以。整个涂抹过程动作不要太快。抹干爽后，可以用吹风机，可以更干爽温热。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些患者只搓一遍就觉得热，有些要搓两遍或者三遍才觉得热。不过，我们都要以患者能接受舒服最重要。请老师补充说明。这个影片哈，对重病患者很重要啊，尤其一些已经体力虚弱、急需的人啊，或是喘起来，然后你走路就很喘啊，又怕冷的，这样搓完之后哈，患者马上就会感觉有热源进去啊，所以。特别要注意姜粉泥的制作，一定在涂的过程中，那姜粉泥也要温热的。那我们重病里面都有提到，一定要用电热器啊，让皮肤先温热，再来涂。那刚刚大家也看到，这样的涂法蛮均匀的，患者一般涂完都蛮舒服的。好，我就补充到这里。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张医师。好，谢谢各位，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再见。好，谢谢，好，再见。